又多一人参选，北市长12人角逐。北市长选战打得火热，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右二、左和北市议员参选人李明贤、李博义、张思刚以及新北市议员叶元之一同在北市河滨自行车道合体造势。记者邱琼玉摄影。台北市长选情大爆炸，白蓝绿三国大战。除了竞选连任的现任市长柯文哲，国民党参选人丁守中、民进党参选人姚文智之外，作家曾国民昨天也宣布参选，至今12人表态角逐台北市长。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左今天出席台北市苗栗同乡会会员大会。记者张世杰摄影。台北市长参选踊跃，除了柯、丁、姚，还有已表态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台北市前副市长邱文祥、台大教授李希坤、前台南县长苏焕智。建国党主席古文发、社民党召集人范云、加密货币交易所 OTC BTC 负责人郑一挺、艺人许纯美、曾国民昨也宣布加入战局。丁、侯八月提共同政见。台北市长选情战火四射，丁守中何时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合体？丁守中表示，预计八月提出共同政见，包括北北及宜，甚至是六都的共同政见都会提出来。侯友宜昨在新北市出席活动时表示，未来还有很多政见，希望让双北共荣共生。办公室发言人赖冠群表示，侯办主任谢正达已代表与丁守中团队交换意见。双北对决，磕头出好球。柯文哲昨受邀担任华南金控杯全国青少棒锦标赛冠军赛开球嘉宾，虽然他自嘲控球差，最后仍投出一记好球。由于昨天正好是双北对决，只见柯文哲一到会场，先帮客队新北市选手加油，再和北市选手互动。媒体询问先帮新北加油是不是踩线，柯文哲表示，你骂卡有运动风度。至于年底选举是否也会直球对决，柯苦笑说，好啦好啦。623造势，遥遥陈局压轴。姚文智昨出席台北市苗栗同乡会会员大会时表示，7月15日党内全国县市长参选人将共同联合造势，6月23日他会先举办大型造势活动，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将压轴演讲，本周陆续公布竞选团队成员。姚文智说，双北本来就应该合作无间，这几年大家才看出问题，未来他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当选后，各项政策将联合推出。北市长选战打得火热，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右二、左和北市议员参选人李明贤、
李博义、张思刚以及新北市议员叶源之一同在北市河滨自行车道合体造势。记者邱琼玉摄影。台北市长选情大爆炸，白蓝绿三国大战。除了竞选连任的现任市长柯文哲，国民党参选人丁守中，民进党参选人姚文智之外，作家曾国民昨天也宣布参选，至今12人表态角逐台北市长。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左今天出席台北市苗栗同乡会会员大会。记者张世杰摄影。台北市长参选踊跃，除了柯、丁、姚，还有已表态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台北市前副市长邱文祥、台大教授李希坤、前台南县长苏焕智。建国党主席古文发、社民党召集人范云、加密货币交易所 OTC BTC 负责人郑一挺、艺人许纯美、曾国民昨也宣布加入战局。丁、侯八月提共同政见。台北市长选情战火四射，丁守中何时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合体？丁守中表示，预计八月提出共同政见，包括北北及宜，甚至是六都的共同政见都会提出来。侯友宜昨在新北市出席活动时表示，未来还有很多政见，希望让双北共荣共生。办公室发言人赖冠群表示，侯办主任谢正达已代表与丁守中团队交换意见。双北对决，磕头出好球。柯文哲昨受邀担任华南金控杯全国青少棒锦标赛冠军赛开球嘉宾，虽然他自嘲控球差，最后仍投出一记好球。由于昨天正好是双北对决，只见柯文哲一到会场，先帮客队新北市选手加油，再和北市选手互动。媒体询问，先帮新北加油是不是踩线？柯文哲表示，你骂卡有运动风度。至于年底选举是否也会直球对决，柯苦笑说，好啦，好啦。623造势，遥遥陈局压轴。姚文智昨出席台北市苗栗同乡会会员大会时表示，7月15日党内全国县市长参选人将共同联合造势，6月23日他会先举办大型造势活动，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将压轴演讲，本周陆续公布竞选团队成员。姚文智说，双北本来就应该合作无间，这几年大家才看出问题，未来他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当选后，各项政策将联合推出。